小哥，没想到小哥就这样走了，但我始终觉得小哥并没有离开。哎，看开一点，小哥也不想看到你这副德行啊。哎，这盒子你找到密码了吗？没有，不知道这个小哥拼了命拿回来的铁盒里有什么，而且我一直想不通小哥最后那句话的意思，那句我操，我总觉得这地方有点邪门啊。不好，这屋里的空气有古怪。三爷，小三爷和那小哥进墓室去了。什么？快拦住他们。小哥天真，你俩甭想吃独食，快带上炮给我。天真，你鸭子炮给我了。张起灵，你他娘的给我出来。空气里有湿度，趁现在你爬你出去，赶紧走。你还要干什么？小哥，你丫不要命了。我不能走，我要拿到这墓里的一个神器。为什么？为了一个重要的人。小哥，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的，如果你消失，至少天真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和那小哥到底什么关系？你死胖子，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吴邪，接着。什么？没有时间了，你快走，我走不了了。小哥，吴邪，你记住密码，用我一生再换你十年。天真吴邪。什么？听不清。用我一生再换你十年天真无邪。吴邪，嗯，吴邪，嗯，吴邪，我操，死胖子，别叫了，跟叫魂似的。等等，小哥，我操，小哥，你丫走路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你回来了？嗯，哎呦，小哥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可想死胖爷我了，快！告诉我密码。哼，用我一生再换你十年天真无邪，催书晚坑，只能靠百代长生不老。我操，横批是三叔换岩坑的。